基本的横条的是长上衣，长上衣，因为我搭内搭裤，我一定要搭长上衣，可以包屁股。对，那小个妈咪其实单穿其实是没问题，它的弹性什么都很好，它就是基本的那种长袖，对，然后条纹，对，然后它的弹性也很 OK， 嗯，然后也可以哺乳，它是可以哺乳的，它是可以哺乳的，它有什么颜色呢？它有黑色，这个是红条，对，然后就是。黑色白条，对，我们叫它黑色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个白色的部分，总共有三个颜色，版型就有点 A line 了、嗯，一点点，所以其实你穿起来其实是有一点腰身感的。那因为我肚子撑开了，可是我这边还是有点微松的。它这边有说滚边的那个包，然后后面也是好。里面这个条纹呐，就是刚刚玲玲有介绍、嗯，然后像我搭在吊带裤里面啊，就可以直接做哺乳，就直接做哺乳，对，很方便。我搭了一件，搭了一件在里面，对，单穿是这样子，对你单穿是这样子，但是如果你有搭了一件，搭了一件就会有一种不一样的造型，对，比较有层次感的感觉。